吕良伟结过三次婚，拍过很多戏，搞起一片大生意，如今的确是人生赢家。日前在上海某餐厅与商界朋友吃饭，发觉有人偷拍，大大方方搂着现任太太秀恩爱，不做亏心事，真心不怕鬼敲门。当晚吕良伟与太太陪商界朋友吃饭，足足吃到夜晚11点多才出门。吕良伟身穿一套紧身蓝 T 恤，露出惊人身材，未因年龄而走样。太太杨小娟全身名牌套装配包，贵气十足，毕竟在香港娱乐圈打滚多年。吕良伟出门既看到搜狐视频拍照，更搂着太太指出摄影师所在的位置，两夫妻有说有笑，神态自然。吕良伟甚至示意与摄影师打招呼，随后客人鱼贯而出，吕良伟也与众人道别，随即坐上豪华奔驰轿车离开。搜狐视频与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与商界朋友吃饭，发觉有人偷拍，大大方方搂着现任太太秀恩爱，不做亏心事，真心不怕鬼敲门。打滚多年，吕良伟出门既看到搜狐视频拍照，更搂着太太指出摄影师所在的位置，两夫妻有说有笑，露出惊人身材，未因年龄而走样。太太杨小娟全身名牌套装配包，贵气十足，毕竟在香港娱乐圈。当晚吕良伟与太太陪商界朋友吃饭，足足吃到夜晚11点多才出门。吕良伟身穿一套紧身蓝 T 恤，吕良伟结过三次婚，拍过很多戏，搞起一片大生意，如今的确是人生赢家。日前在上海某餐厅